布莱恩离婚，乌烟瘴气。篮球明星布莱恩的老婆凡妮莎近日提出离婚，消息指出因她再也无法忍受布莱恩一连串的偷腥。八卦网站 TMZ 宣称，凡妮莎听到出轨风声，全靠神秘的 NBA 大老婆网路通风报信，和布莱恩队友大嘴巴泄露第一手消息。凡妮莎在布莱恩2003年陷入性侵风暴时不离不弃，最后案件以庭外和解落幕。但凡妮莎的前继父却不断攻击她，说她是淘金女。这起热腾腾的家务事是否会动摇布莱恩和湖人队在洛杉矶的老大地位呢？你还犹未尽吗？输入 NMA.TV。